冇警报器可以救我哋嘅生命。当火仔烧到你身边好耐之前，浓烟能够将你同你嘅家人致死。如果你家里配有烟雾警报器，你将有好大嘅机会平安咁度过火灾之劫。至少你嘅屋企每一层楼都需要装上一个烟雾警报器。如果你屋企没有烟雾警报器，防火服务机构可以免费为你提供烟雾警报器同埋安装服务。即使你的家已经装有烟雾警报器，你亦能够可以享受免费的防火安全检查和获得更多免费的防火安全设备。南威尔斯防火与救援服务机构希望确保每一个在我们社区的住户都公平地获得我们的服务。对于每一个住户来说，烟雾警报器都是可以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的。如果想获得免费的家庭防火安全检查 0800-169-1234